这样焊，你要把它焊起来会很难哦。比如说那个四五六九那个。最后四只了吧？希望是。没有了。又是这样子，然后又那么多人蛮无聊，他都。大哥，老师说你很无聊才来的。还有。还有。这个是很沉闷、很无聊的工作，把最后一组重复的动作。这样子里面已经拆了这么多根螺丝了，你。起来。不会吧？哎呦，没了。耶、yeah ，来吧。然后。老师再来嘞，跳起来别。大师兄，这很重哦，这很重哦。一般都应该用那个。用吊的啦，用搬的。哦，没送爱讲，卖小物件好不好？一样。用吊的，是不是大师兄？哪有这边哪边？没有，在里面吧，在里面刚刚有那个 B 的孔。那个 B 的孔啊。对。转。先把这个减速机逼起来，就是。哔哔哔哔，这个很不是，继续转，加油，转，总有一天会转到的。像一般我们真的做这种事情哦，我们会做一个涵兜路，有那个牙插进去，然后这样转，一个手轮，对，这样转。这个大概两根就够了，够啊，牙太小，有没有牙太小了，是这个吧？对，这个。啊，这种是太短。松了，松的啦，一个方向直接这样松了，然后现在掉就上来了，哪有，根本就没起来，一边喝酒醉啦，你莫那怪啦，那个牙不够长，已经到了，牙不能再锁了，对啊，就是锁要比要比上，没有那个螺丝不是全牙的，对，牙不够长，是全牙的。敲敲了起来了，从下面敲，一拉就拉起来了。那用堆高机吊的，那不是有那个环吗？那个环，拿那个胶铁这样弄一下，拿胶。对，要用八度吧？八度了，那个吊，那个太大了。
吧，没有。跟你合在一起，说要先把它脱离，才知道。要不然意大利面很难吃。小这边改对吧？收几架就好，无紧。你用工具要搞，我按你的，你用工具要搞。你用工具搞，你买来的。不一定的。就那个先去拍照哈。
万一里面有一颗螺丝没有拆到，那就笑死了。有了，洗一下就好了。各施工啊，安利公司。都有拆了，都有拆，都有拆。公巴路要调一下。这边这边要拆啊？哎，那边有什么？狼买的也看哦，你这大师兄看到没？好，那个做很多油，大师兄，但是油封板就坏掉了，这边会漏油，很怪啊。一般正常这里不会漏油，是不是？对、啊。哎、欸，来往上吊看一下，好吧？啊，螺丝孔这怎么不会漏油？对啊，螺丝拆开的。OK。一般我们装的时候啊。我们这边都会涂那个真空胶，啊，然后锁紧再加油，就不会漏。你是说这个旁边这里是不是？还是里面这里？那个这边涂真空胶，然后我们会涂八字形的。嗯。那就涂竖形。哎，对。那它这个原厂的为什么没有？有啊，干掉了，干掉了。它有一部分是粘在这上面了。哦。一次完之后，对啊。它锁紧以后就变成薄了，它有一些被挤出来。所以一般就是我们会修这个减速机，就是已经油加好了，油加好了就来就整组吊上去锁上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那个油没有加好。嗯。然后先涂那个真空胶或者缺氧胶。对。然后锁紧以后。对。然后再加油。再加油，对。对。啊，所以现这个减速器应该没有人在修，就是直接换新的了吧？哎，对。啊，这个有胎巴的吗？有，这里是有。哎，可以放这个。看你要放哪边啊？拉回去。哎，对了，真的。哦，好，放。放。掉螺丝哦，这个掉螺丝哦。快来。好好。好，然后现在剩下第一轴，然后拆完了就没了。再来拆第一轴就是了。对。再来要拆第一轴的部分。我们的库卡的六轴的机械手臂，哦，从四六，然后再三，再二，再一，这个最后一轴，第一轴。对，这个，住这边吧，把它抬高。